Supergirl 成员 Heidi 同 Yanny 喺五月嗰阵就俾我哋独家踢爆，因为争有米监制陈巧威而令姊妹情决裂。成功同陈巧威发展嘅 Yanny 多次被捕获拍拖、睇 show 同埋撑台脚。反观争仔失败嘅 Heidi 唯有寄情工作，今年初同队长 Aka 齐签约电影公司，并获得公司开戏孭重飞做女主角。不过情商未好嘅佢上个月飞到台湾拍摄一个月，即刻屈到病。其实我在台湾那段时间很多朋友都有找我，但是我都即都没什么怎样，不想理他们，即很想收埋自己，成日都是咯，即因为我平时不是这样的嘛，我平时是如果朋友找我一定会复他们，但是我那排即太大压力，只想 focus 在个电影上面，我是任何人都没什么怎样去联络咯。你有没有很担心？我就是昨晚就都有問公司的，即我覺得可能自己應該都有少少問題，我怕我屈出了什麼事我自己不知道，就是第一次啦，很多人對我都有期望，我自己又會給了很大壓力自己，想自己做到最好。我覺得呢我們遇到壓力是好的，因為都是一個學習機會啦。很久之前呢我都是泰國拍戲的，我都很不開心，然後我的情緒都有少少奇怪的，但是回來香港可能始終都多些熟悉的人在身邊，其實很快就會好，就沒事了。